缘起性空，不要执着于一切的眼前的假象，一切的拥有沉迷于无明、欲望、攀比与幻想。生命的经历就像是一场旅程，我们常常陷入执着于表面的幻想，纠缠于欲望与追求。然而，真正的智慧在于认识到一切都是缘起的，是因果的结果。不要被短暂的拥有蒙蔽了内心的平静，不要被欲望所驱使而迷失了方向。唯有放下执念，超越欲望，我们才能洞悉生命的本质，找到真正的自由。让我们远离无明的迷雾，不再陷入攀比与幻想的漩涡，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一切，活出更加深刻和真实的人生。这句话出自卓顺发《太平绅士》著作《四季匆匆，春天太短》。让我们一起追随着他的步伐，深入品味人生。